有冇一啲朋友係你義不容辭兩臂插刀都幫佢？你係咪咁有義氣嘅朋友？有，我係噶。有啲咩需要幫手，盡出聲。有呢啲朋友去同。你係可以去到幾盡幫呢啲朋友咧？因為我覺得你係一個都幾單純。如果朋一個好朋友需要幫助，你係會義無反。你去到幾盡？我去到幾盡啊？點知為之幾盡咧？譬如金錢上啦，體力範圍能夠容許之下，我佢可以幫手。咁你對朋友好喎，因為有啲人點都得，哎呀，即係金錢上邊真係，因為啲人睇錢同埋友誼啦，點 friend 都借錢啊，真係唔得。係，我都試過喎，其實試過唔好還都，咁我都都冇唔會叫佢還，因為其實好尷尬。你如果你叫佢還嘅話，咁你冇咗呢個朋友，你一係借俾佢，一係就冇咗呢個朋友。咁我都想，我又想去過咗呢一個困局，係啦。咁但我又唔想冇咗呢個，所以借俾佢其實都預咗係，預咗係幫佢，係啦。咁所以再做呢件事。哎呀，你真～